绿蛋阿木木，电竞小公主，电竞小猫咪，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打这个阿木木塞拉斯盖伦不好杀啊，还有奶妈在，带个植物者比较好，会缺伤害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是不是不会玩盲僧？不是啊，你没按照规则点播呀，非常旺的英雄一火箭啊，刚老板就是火箭点播啊。我感觉你是故意装傻的，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说点播规则在左下角了，不要问主播会不会，要问你的电费够不够啊。只要电费到位，飞客都给你干碎啊。你又不走流程，怎么跟你玩呢？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扎木一般是红开的，可以反他蓝，然后抓下。盖伦直接上线了，看下路了，满状态。这金克斯也是满状态，应该是红单开下路演了一下。要闪现了，他奶妈没闪。去蓝看一下，应该是红开的。哇，真不用蓝呗，我靠。没掉蓝也没掉血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没事，现在直接 EQ 赶路应该还来得及，能在红抓到他。阿姆姆，他眼别被卡视野。哎呦，我这闪现还想堆一下，没出来这一下。塞拉斯来的有点快啊！保护忠良。扎木没血，这个剑坤包一下他死了。他好像他也没血，带扫描没放眼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打了迅捷，现在应该要打这个所有人去了。然后往下走，不打收了。我靠，高手啊！给我找些更强的。我现在却来不及了，他肯定打完了。给下路拼一下。正常来讲，他刚才顺路打个收了，然后再避出来的。看不懂，看不懂。从上往下刷吧，永世长存。
就在今天。得抓下路去了，不然他们退完线要走。对，关键是他们闪现快好了，他们闪现应该还有半分钟左右，马上就要好了。他E上了吗？他不E吗？这个人偷了石头人了，他傻了什么路线呢？他没偷我们 F6 偷的石头人吗？跟他也没过来。我看不懂这个人，高手啊，扎木，这铁高手啊。他竟然还是一个绿弹，他不回家，这个人太夸张了。打完 F6 石头人要抓上去，给上路拼一下。早就不被跟着，这边含沙射影呢。他过来我升不了六了，他不来其实我跟他打完这升六了。再打龙，下路给个眼，果然再打，这塞拉斯陪他去了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我就知道要出问题，他 W 好了，这不要是给他杀了拉扯，等一下技能就好了。刚才没来偷野。抓不下了，这边先放个影，待会他会来的。这卡他挺勇的，直接会留人 ，EQ 打两个闪现可以走了。这边中不见了，塞拉斯要来了。还没来，回家了吧？前面打了双闪了，再抓一次。他们这波走不了，没位移。俩妈走了，好像现在可以给他拉回来。
七级。谢谢。这边也拍过了，不过这奶妈可能在，来来来，果然在。先搞奶妈好了。他、啊、没闪现。这个金克斯马上要上线，感觉可以再弄一次。我听到脚步声了，马上就到，看他意识怎么样。啊，挺单纯的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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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塞拉斯这会儿太肥了，他这个回血加配奶妈巨恶心，根本杀不了他。我们中路也来，在塔下可以试一下，然后大给一颗，扛两个。我队友插把旗子，加点攻速，再 A 一下。我这旗子太关键了。这把出不了杀人剑，直接星石焚天水银血吧，然后再买一个绿弓。对面这个阵容不好杀的，整个大蓝，这盖伦肯定要拆这个塔，那要走了，一个二框住，这被杀了还有闪现在。我就是差点钱，现在475有点卡装备这样的。第一件不能买星石，不然刷野太慢了。玩打野的话一定要刷野快一点，才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事。好像我出去这一下已经可以买了，OK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我都在来的路上，自己非要先死，死了之后又开始压力。第一时间往我这边靠不行吗？
亚永世长存。等一下我到马上吼，屏幕到底没到，半天不开。没状态了，算了。让除奸邪。哎，这征服者的打造能力跟凯旋的回血，这个团一个都杀不了。誓死不归，就在今天。果龙，存天有。木在刷野，刚金克斯点了一下，刷完了。瞬间给这奶妈奶起来了。赶紧水银鞋，先锋好像还来得及，可以打一下。刚刚好。对吧，来个绿青羽，刚好也没顾穿，出冰刀的话给的穿甲比较少，这把出个绿的就好。不然这个塞拉斯加奶妈回血还比较多。誓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
这套这种丧尸秒脆皮也能秒。不是纯战士装，穿甲战士装。伤害也高。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呢？感觉青龙刀不好用，之前用过感觉不好用。那炼具还没在，炼具还有，炼具15的极速，但是我已经买这个了。先来把长剑吧。肚子饿了，能抽个夜宵吗？打完这把吧，下把再抽。下把打的时候抽。老子就这么死了，我感觉我得出血手了，但是我又没血量，出血手也没用。其实出黑切感觉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对面有重伤在，待会你让他回起来，你又会后悔。他要是能黑切加这个青羽一起买就好了。出来出去只能最后出15了，15这个版本可以加强过的。血手主要我这个装备不好用，出黑切可以买血手，我没血量，血手的盾太少了。如果出黑切的就可以出血手了，青羽就算了吧。把血先吸起来，也是龙抢到了，5.78秒，这个控制是真的恶心，我有点后悔了，不该买这个绿青羽的，但是这波效果确实好，看到没有，减了对面1200的治疗效果。有没有种可能，如果买黑切跟血手打不死对面，我们又会后悔的。鱼跟熊仔不可兼得，这还不如生化版本了。以前生化版本两个装备一起买，你们是不知道以前生化版本多好玩，真的。怎么换到生化版本我全杀完了，你们可能没玩过那个版本，生化版本比现在好玩多了。哪里要想来想去呢，全都买。你回来吧你们。差点就嘎了，兄弟，好痛啊！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
父王。待会来个钢铁合击。亚伦这个版本是有点数字怪的意思在里头，打他暂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黑切血手卖了，加星石焚天，打他才能硬扛他伤害有容错率，跟他打持久战。保护忠良，主要谁来都是这么一套。效果不就打出来了吗？主要还是这个盖伦被他沉默加大招斩杀。你看这盖伦没在直接游龙，看到没有？这套效果多牛掰！他这个 Q 是沉默，E是转，大招又是真实伤害，基本上你三分之一的血，他一个二你就直接死了，谁来都一样。他血量越低，大招伤害越高。这波又减了1000多治疗效果，效果挺好的呀。只要第一时间不要被他沉默集火秒了就行。我们凯旋回血，焚天回血，子午再回血，平时再加盾 W 再加盾，绿弹再加盾，先把塔卸了，弄奶妈一人 A 一下，先把血回起来，再扣住两个后台，看到没有，游龙这一扣，哎我断了，操，强行拉断了，这波妈了个巴子，好恶心，赖皮狗，不应该越他的，感觉杀个盖伦我可以杀他们这个中下野四个人了，杀他的话就必须要有黑切才可以，真的这盖伦一个威胁比他们剩下四个人还大，来个钢铁合击，这东西没办法打他，你只能慢慢跟他拉扯，要骗下他技能来，我现在极速多少？41的 CD 可以，刚好。48的韧性可以，这没有盖伦在，我真的可以一打四。把后排做掉，哇，没有盖伦在贼爽，真的，主要是他们伤害杀不了我，然后我星石焚天一直吸，征服者一直吸，这把焚天吸了5600，金石的盾隔挡了4000多，造成2000多的伤害。这子午凯旋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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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点又嘎了。我感觉他再多补点伤害，大再加点伤害。来个大龙吧，
先弄这边。炸木你还想跑，弄你。塞拉斯还想跑，弄你。先 A 一下退一下。这金克斯还想跑，弄你。他不出来，这会儿还得是你啊，金克斯，这也二出来了，他都死了还二出来了。我说怎么对面控我时间变久了，我这钢铁合计时间到了，二了多少血？2600增伤，1400的大宝剑。加个点火4100，主要是有些增伤是15流的血，哇，这个减治疗效果减了5600，就夸张。点了，我开撞粉，你先开了，快点，来得及，现在给主播来个台阶下，强迫一下主播，这肯定主播要听老板的，对吧？现在开还来得及，待会马上要一波了。留给弹幕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只能讲要刷了，先杀奶吧。这 EQ 杀后排，杀的金克斯，这 EQ 杀奶妈游龙，阿闪，这 EQ 杀盖伦，一枪头戳死你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快一点了。